老州分局为了进行犯罪预防宣导，特别邀请对戏剧表演有兴趣的同仁成立犯罪预防宣导团。只要有公益单位邀请，就依照年会来编排适合戏剧表演。请樱桃小丸子的服装，出备个欢乐演出。相信大家拢想袂到，这位是老州分局警察。为了让犯罪预防更加有效果，老州分局特别成立宣导团。不同年龄层，然后我们会设计不同的角色跟活动，然后就是说，因为今天都很多幼稚园的朋友或国小的朋友，然后来到永平图书馆这边，然后永平图书馆馆长就是邀请我们来做一个表演，然后我们是透过就是蜡笔小新欺负小丸子，然后我是大丸子，然后去见义勇为去求救那个柯南，然后柯南来救我们这样子。这场由对戏剧演出有兴趣的同仁所组成的宣导团，为剧情设计、服装或者是道具，拢总家己来。各针对不同邀请单位编排适合宣导剧情。整个犯罪宣导团啊，我们的道具、服装，然后剧本都是我们的远景，然后我们自己去创作，然后大家一起同心协力。那我们也是召集了基层对这项工作比较有兴趣的同仁，然后我们共同的为地方的犯罪预防宣导来做努力。每一摆表演结束了后，阁会进行有奖征答，让台下的囡仔会使留下阁较深的印象。也希望透过宣导教育方式，减少各种犯罪发生。记者新庄林金如罗州采访报道。